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6 years ago. When I was walking up Cloudview Road, I stared at the pillars under the school campus, wondering how it was possible that a few toothpicks could support the whole building. And now, here I am, graduating from Cheung Chok Shan College with you all, after 6 years, the school being as strong as ever. I see our school as such a big family, in which we've created countless joyful moments and memories. Learning has never been an easy task. It is an active process that requires focus and motivation. Our teachers have dedicated their precious time, not limited to providing us with superior knowledge, but also, more importantly, stimulating our interest in learning. Learning is a lifelong process. You have inspired us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embrace whatever challenges we may encounter, and ultimately become future leaders in Hong Kong. Besides academic support, we also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us emotional support and giving guidance about our futures. Hello, 我是 Maya, 我是第29届学生会主席。Hello, 我是 Bosco, 我是29届学生会的副主席和蓝社社长。Hello, 我是 Leo, 我是 2021年的毕业生, 我现在就读港大医科的 Year One。 我想我在中学里面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令到我認識到更多的人也說了，亦都是有很多參加不同的活動經驗。譬如我自己就參加了英文辯論隊，在英文辯論隊裡面大家都是一個 group 去奮鬥，為比賽就做好準備。我覺得這些經驗是很難得。 我想其中一個令我最難忘的活動是Music Fiesta， 體驗到即係班入面嘅凝聚力啦。咁當大家一齊喺台上面盡力咁表演嘅時候咧，咁嗰一刻我係好感動嘅。尤其是我自己係班會主席啦，咁都係帶領住一班嘅同學一齊去表演啦。咁即係見到大家都咁努力，我都係學校其實喺好多方面都幫到我嘅，因為學校嘅老師啊都教得非常之清晰啦。 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練習我哋啦，例如會俾一啲 past paper 啦，俾我哋，亦都會好清楚咁樣去解釋究竟坐喺邊度啊，咁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喺錯誤中學習。即係疫情啦，令到即係我哋少咗翻學嘅機會啦，咁都係有啲可惜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學校係俾咗一個好好嘅平台我去學習啦。但係就算我喺屋企都好啦，其實老師都有俾好多支援我哋啦，譬如老師會將一啲資源放上網啦，幫助我哋學習啦。 亦都有時當我哋唔明嘅時候咧，亦都可以 email 問老師。就算我喺屋企即係在家學習，塞啲 lift 都好啦。其實學校嘅老師都幫咗我唔少。平衡呢樣嘢，首先你要確保自己喺學業上係跟到先啦。當你 take care 到你嘅學業嘅時候咧，咁就盡量參加多啲課活動，令你廣泛眼界啦。如果唔係淨係可能喺淨係讀書嘅話，其實喺你成個人嘅成長方面咧，就會有啲分別。係咯，同埋其實學校都有提供唔同 計劃或者係好多仲去俾我哋參加。係啊，其實我哋今年都有呢個機會，我哋就出咗去 join 一個 program 啦。咁當中係訓練到我哋 social awareness 同埋 leadership 嘅 skills 啦。咁就包括有一啲四日三夜嘅 camp 啊，或者一啲 world congress。咁我哋都要做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啊，同埋我哋喺同其他人嘅合作過程之中，我哋都係即係學到好多，即係擴闊到眼界。 咁當時我小學去揀，即係小六嘅時候揀咗中山，就因為即係中山本身嘅校譽非常之好啦，佢係比我哋中學啦，同埋佢係校風都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就揀咗佢。咁入到嚟中山之後啦，咁雖然學校嘅資源有限啦，但係學校亦都俾我哋挑戰無限嘅可能性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我哋中山師生嘅最大嘅特色。就例如我當時初中嘅時候咧，從來都冇諗過要 有機會入到醫科，咁喺學校嘅培育底下啦，咁我就發揮到我潛能啦，發揮到發現原來我對科學啦同埋醫學啦係有興趣，咁所以就當時就立志做一個醫生啦，就咁亦都係因為學校嘅栽培底下啦，咁我而家就成功就入到廣大嘅醫科，咁我都好多謝學校呢樣嘢。
我是今屆射箭隊的男隊長。加入射箭隊我最大的得著就是我以為射箭只是得個力字，但其實射箭是要很多不同的動作，很多不同的小細微的一些細節要符合到，要配合到才可以射到一些好的成績出來。射箭隊令到我可以認識到一班朋友，和令我的時間可以更加充實，和可以培養到一個屬於自己的興趣。當初我想加入學校的射箭隊，因為哥哥以前都是射箭隊，同我覺得這樣運動非常新奇，不是間間學校都有，所以我就想試一下射箭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運動。我覺得學校射箭隊用三個詞語的話，就是大家有競爭力，同埋大家相處都很和諧，同埋大家都很樂於助人。加入蛙艇隊的原因咧，就係喺六年級嚟 information day 嗰陣咧，就見到咧有啲試畫，機緣巧合之下咧就嚟咗蛙池，就發覺咧我覺得好新奇，好有興趣，所以咧就入咗中一三之後就加入咗蛙艇隊。除我哋基本上大部分時間佢會練我哋啲基本動作，因為其實咧要練好個基本動作咧，先可以令我哋拉得更加好。同埋有時都會有啲短距離同埋長距離嘅練習，練習我哋嘅爆發力同埋呢個持久力。最難忘嘅事情就係有一次我哋康温嗰陣去比賽，我哋拉接力喺訓練期間咧，我哋因為要同平時個人拉嗰陣咧好唔同，要練咧上落機咧，同埋咧要大家合作，所以咧我覺得係好難忘。參加蛙艇隊嘅得著係除咗可以強身健體之外咧，都練我哋團隊感。已經是一開始方灣入隊嗰陣咧，就大家都唔係熟悉，但係經過咗幾年嘅訓練之後咧，大家都變咗熟落咗。我哋真係會更加有默契啦，同埋都會互相鼓勵咁樣。我就想同我哋嘅同學同埋教練講咧，我哋就要繼續加油，再去參加校際比賽。高中班主任，你知不知道我對你最深刻是什麼呢？就是你中午的時候有一天是跟我說個樣子是很有誠意的，我一定要入到港大的 BBA。 我當時其實心裡面想行不行啊，你又玩很多活動的，追不追得切啊，我真的這樣想。但是你又好厲害，到你說完之後我是真的看到你當時的轉變，就是上堂很積極啦，不停問問題啦，一唔識嘅嘢會揾我啦，跟住就見到你啲成績不斷咁飆升咯，我哋真係覺得好犀利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話俾所有嘅師兄師弟，或者係即將入嚟我哋張竹山嘅學生聽，你點樣可以喺年半裏邊脱胎換骨？我覺得就係受到身邊嘅同學仔同埋老師嘅影響啦。身邊的同學仔其實普遍中五中六都突然間大家一起開始發力，令到你都不得不發力。而你有些很好的同學仔嚟 push 你的時候咧，大家是真的會一起成長嘅。而係老師咧都喺呢個過程中有問題就幫你解答啊。始終老師之前都讀過大學，有些老師甚至可能做完嘢先再翻嚟做老師，佢都有很多唔同嘅人生經歷，所以佢哋可以 guide 到你，真的會找到自己最想要的目標。你又可唔可以講下，讀到 IBank 一畢業就有，有冇啲虛榮感覺？我會為咗自己好努力去達到呢個夢想而感到好開心，但係虛榮心啊、社會地位啊呢啲又唔係一個最大嘅因素嚟嘅。始終我中學嘅生涯一路都係跌跌撞撞啦，遇到好多嘅挫折，所以我知道一個人嘅人生咧一定會有起落嘅。咁可能我中學嘅時候失敗咗好多次，我又喺挫折中成長。咁去到呢一刻，我真係達成咗呢個階段嘅目標啦。喺呢一個死嘅階段咧，反而係諗緊，可能我人生之後會再有一個挫折，我要點樣準備咧？我一開台真係會好開心，但係入到行你會發現行業佢會自己有唔同嘅唔好嘅地方、辛苦嘅地方啦。但係唔同嘅行業都仲有好多特長。
我認為這個活動不是個學校都有，很特別，所以我參加了。有時候是有些位置是排不到的，但是會因為排完之後是獲得一份很滿的滿足感，所以就會繼續堅持。我自己覺得就可以練到這個堅忍，因為你不是一次就爬到所有的線的，你要不斷練才爬。我自己認為教練都挺專業的，因為他又可以練到體力，又可以練到技術，關係都挺融洽的，因為他很少鬧人，很幽默。好成，其實因為我們只是禮拜六訓練，其餘時間在家裡都會做體力，就當我成次做運動，不會佔太多時間，所以都平時。我平時做嘢就會做快啲，咁就騰啲時間出嚟，就可以禮拜六喺度翻成咯。我覺得學校係俾到呢個全能發展嘅機會啦，因為始終呢一項運動都唔係邊度都有，咁喺學校體驗咗之後，咁可能你會發掘到自己嘅潛力。咁我都認為學校提供到呢個全能發展。因為佢啱講咁樣，都唔係個學校都有啦。亦都可能因為咁樣發現到，其實自己可能喺呢方面都幾叻，會繼續。首先我很喜歡打籃球，之後第二就是張竹山籃球隊的訓練吸引了我。張竹山籃球隊的訓練就是團結、有責任感和守規律。我覺得我同佢哋又相處得幾好嘅，有時練下波嗰陣時，講下笑啦，但係通常都比較認真少少嘅，之後私下都有傾偈啊，有一齊玩啊嗰啲咯，係。